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现在在日出康城的商场，我将会走出去将军澳海滨长廊走一段。呢度是日出康城商场，落去地铁站的电梯。呢度就係康城站。用我們搭扶手電梯下去巴士站，都幾多巴士的，去荃灣、尖沙咀、深水埗都有。繼續走出去巴士站的出面外圍，這個巴士站都挺大下，現在沿路走出去。
日嘅天氣幾好喎，陽光普照。而家沿路行出去海濱長廊。哦，見到嗰條跨江大橋，應該11號咧就開通嘅啦。今日特登嚟行一行，睇睇現時嘅景況。過馬路要小心啲，睇清楚，因為呢度係停車場嘅出入口，又有巴士。今日唔係假期，個環境都幾好，冇乜人。正常假期咧，呢度係好多單車，好多行人。啊，今日個天氣好好啊，藍天白雲咁滯。都幾好行嘅，兩旁咧都有好多樹，空氣好好。喺呢度住喺一樓啦，日日可以落嚟踩下單車。出面呢條咧就係南橋嘅橋墩，暫時都係安放喺度先。等等南橋嗰個位置 OK 咗，就會移去嗰個位噶啦。到時咧有一身景象，一繼續行入去睇睇。
好舒服啊！今日有輕微嘅涼意。在康城站行大约十分钟已经到了这个海滨长廊了。望出去一望无际。他要收回我大陆的电话号码。我说我大陆的电话号码我保他两个月收回我。上去睇睇先，一冚，哇！有人喺度游水喎。打對面亦都有一架等船在度開緊工。哇！呢段路咧好多芒草喎。一路都係。而家1:15啦，回程啊！現在行翻去康城站，樹蔭都幾涼爽。咁啊，行翻出去。咁啊，禮拜五而家下晝1:00左右，啲人流都幾好，疏疏落落。这个位置望出去呢，好清楚。
整條跨灣大橋呢都一清二楚。而家開始有啲曬嘅太陽，好猛烈，我都開始出汗。行咗出去單車徑，望望嗰個南橋嘅橋墩，呢度好似清楚好多。背景就係康城十一二座嘅位置。哇，都幾雲偉喎！好啦，現在睇清楚啲，睇下有冇單車行翻入去行人路。
樹蔭的位置非常之清涼，一樓一大約行了十分鐘已經去到康城地鐵站出面那個建築地盤的位置了，都幾快舒服。呢度就是頭先喺巴士站行出嚟嘅位置，而家好清涼啊！啲風好舒服。呢度就是指示地鐵入口的位置，行入去就是巴士站。早期咧就唔係喺依度出口嘅，喺工地出邊，而家即係建築地盤嗰個位置嘅。改咗之後咧，指示不足，我試過幾次都揾唔到依條路。呢度可以就自己方便乘搭自己需要的交通工具，
啊，姐姐做緊清潔。哦，落咗地鐵站啦，等緊車。